各位，请随我上楼。看到没有，普通人啊，只能去一楼的大厅吃饭。今天啊，咱们可去的是包厢。帝豪好像也是萧家的产业吧？怪不得刚才门口那个服务员能认出来我。不好意思，这就是牌面。我订的包间不是一楼吗？怎么还要上楼？哦，因为你们几位是贵客，所以我们给您升级成了顶层的贵宾包厢。什么？贵宾包厢？你确定？是的，先生。哦，走吧，带你见识见识。北辰，这是你安排的吗？这酒店啊，是我家的。什么？这么豪华，行，知道了。这包厢好大，比我家还大。是不是？去坐一坐。哇，这个包厢真的好大，比我家还大。去坐来坐。还行吧，我天天来都习惯了，就一般般。哎，小雨，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天天带你来，怎么样？哎，想看就站起来看，别藏着掖着了啊！这种地方啊，你这辈子可能就来这么一次，机会难得。一点本事都没有，还爱装逼，真是越看越讨厌。对了，吴强，不是说要给我妈介绍名医吗？您呢？呀，瞧我这脑子，把正事儿给忘了。我这个就请田山一进。医生袍子带了吗？没事。你要记住，你今天是高手，是名医。哎，你好。有多激动啊！田神医啊，今天可真的是我不对。知道您坐了一天飞机了，本来应该让您好好休息的。可是病不等人呀、啊，主要是为了小雨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只能请您一下飞机就过来。又来一个骗子。大莲花呀，这病情不由人呐。啊，你的女朋友母亲的病情这么伤心，深深的感动我。所以呢，一下飞就赶过来了。哎呀，这年头像你这么有责任心、有爱心的年轻人，不多见啦。过奖过奖过奖。哎呀，小姑娘。哎，你是他的女朋友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胡老板为你母亲的病情啊，可是没少给我打电话啊。像这样的小伙子，可以托付一生的。大师吧，要不然先不要说了，咱们先吃饭吧，好吧？服务员，点菜。这他妈是。一个菜就便宜几千块钱，妈的，简直就是强盗！怎么了，吴老板？是没有喜欢吃的菜？哎，小雨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呢。哎，要不你先点吧。谢谢。没关系啊，不用管上面价格，我买单。这不就是一只螃蟹吗？怎么能卖到五万多块钱一只啊？哎，小雨啊，这你就不懂了，那是深海里的帝王蟹。哎，不过螃蟹比较性寒，女孩子呀要少吃。姑娘，那还是……哎，对对对，你看点别的。没事儿，这女孩子吃不了啊，我能吃呀，我还没吃过这个帝王蟹呢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吴老板该不会是嫌贵吧？瞧你说什么话了呀，不就区区一只帝王蟹吗？我经常吃啊。那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就多吃几个，是不是？这个田专家应该没吃过吧？五万块钱一只。哎，要多来几只，我听别人说螃蟹很好吃的啦。这一只很大，吃不了那么多。要不先来一只。那行，那咱就一人一只。这个小雨嘛，是个女孩子，不能吃螃蟹，
那咱就来个龙凤汤。其实啊，咱就吃一个，哎，这个冬虫夏草汤就不错。咱来一个。多少钱啊？这一碗汤就要88000。什么？哼，怎么了，吴老板？你这是哪不舒服呀？没事，坐时间长，长点吧。哼，脚麻了。哎呀，那你这就是气血不足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应该来一个这个海参炖鲍鱼就不错，也不贵，就才3万块钱。我看你这饭量吧，应该也挺大的，要不然就快来几碗。啊，不用。又怎么了？哎，我吃不了那么多啊。一碗就够了。那行，那咱就先来一碗。一碗耗了几十万，非得把聂香玉玩够本才行。行了，点的差不多了，就这些吧。这么多菜，吃得完吗？吃不完我打包啊。怎么了，吴老板？该不会是心疼钱了吧？哎，等等，吴老板，你说大家聊着这么投缘，不能没有酒吧？对对对，这边正事儿吧。哎，田神医，您看您看。哎，好。哎，我看这瓶酒挺大气的，哎，来十瓶吧。哎呦，我操，这一瓶酒要10万。哎，怎么了？是要多了还是要少？你说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今天花的有点多了？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就 A 好 A 好。哎呀，看这位兄弟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服务员，把咱们这个龙舌兰给开一瓶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龙舌兰是全部倒出来呢，还是先倒出半瓶再存半瓶呢？哎呀，不就一瓶龙舌兰吗，顶多几千块钱，还存什么存，直接开了喝了啊。好的，那我这就去。那个龙舌兰多少钱呀？我怎么感觉服务员眼神有点不太对劲。那个龙舌兰呀，是全球限量版的，整个瓶身都是贴钻的，大概也就3000多万吧。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，小雨？这小雨啊，可能是被吴老板的钱给震慑住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行吧。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难以想象。小雨，以后你跟我就知道了啊。贵宾您好，您的金钻龙舌兰来了。这什么酒？瓶上镶的钻石？是的。你刚说什么？金钻龙舌兰？对的，先生。怎么了，武少？这酒都开了，您该不会是想退回去吧？哎，你要是觉得不好喝的话，我可以自己喝吗？哎，要你要喝不过，我来喝。喝个屁呀，哥！你知道这酒多钱吗？多钱？3000多万，你他妈喝得起吗你？多少？3000多万？我这天天啊，不是麻麻。看来吴老板还是识货的嘛，认识这个金钻龙舌兰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小子坑我，是不是啊？你故意的，你想害死我？你要是不装逼的话，我有机会害你。啊，你有这个骂街的时间，你倒不如好好去想一想，你该怎么付个屁呀、啊！老子一毛钱都不会付。你想逃单？哎，没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想逃单的是他，这个房不是好黑，他这个穷鬼啊，一定付不起钱。少爷，你说他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这位是我们帝豪酒店的老板萧家的萧少爷。你是首富萧家的人？不像是不是？
不是你跟我说想看一看我们之间的差距，那给我看看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小姑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你面前装逼。这几千万，我是真的给不起啊。小雨，你怎么说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毕竟人家也是真心的，这是帮我妈找的专家。专家？你有见过穿拖鞋的专家吗？说吧，哪来的？哎呀，大少爷啊，我就是这边卖西瓜的，是这个姓吴的，请我来认当专家，给了我5000块钱，说今晚上把你灌醉，把你弄到床上。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啊你？不懂什么生物了，我还不说，我就是个卖瓜的嘛。小雨，你现在知道这个畜生的真面目吗？知道了，幸亏有你在，不然的话，今天肯定落在他们的手里了。那你还同情他？来人，把这个姓吴的人渣给我带下去，今天花的钱他一分都不能少。还有啊，如果他拿不出来的话，就把他留在酒店里面扫厕所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萧北辰，萧大家族的唯一继承人。希望你永远求援。